好，就是如果把那个我们的新家的家具全部都买齐的话，就可以直接选择要不要在这边继续生活，那故事应该就结束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如果直接在那边生活会发生什么事哈？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吗？是，太好了，我梦寐以求的婚房终于布置完成了。嗯，是很漂亮，也很温馨。谢谢你，勇者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生活了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我们终于得偿所望，踏入婚姻的殿堂。我的小魔女，与你相遇好幸运。其他的事情都不再重要。等等，其他事情是什么东西？都忘光光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小幸运啊！与你相遇好幸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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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结局。